登记有六股抽出一股穿针后，并且打个结就是两股了。这里是用两股断面绣用线绣，将一整块区域绣满就可以了。这里是用两股竭力绣绣的出针后，左手拿线绕针两圈穿回后，把线拉紧。
这里是由杨果锻炼秀秀的。这里用一股回针绣绣穿针后，不对折再较长的一端，打个结就可以了哦。这里是由杨果锻炼秀秀的。这里是杨果回针秀秀的。
绣完沿着最外面的虚线剪下来，要慢一点剪哦。尺子在最外圈距离0.5厘米的地方点一个点，然后可以小段距离点一个，在转弯的地方也可以点一下。
可以直接打劫。需要将我们的里衬画的这根线跟袖部上的线对应一下，对应好之后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缝合线，袖部的缝合线，两股绣线，我们同样是回针绣，将袖部和里衬的一边缝合起来。
们之间打平整段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法。现在呢，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袖部的缝合性，将我们的圆环凹个边。大家好，我们用我们的